最后一块下去，拉拉，对，啊，我们写的是这样子，太甜了，是这样子，好吃吗？哎，你假，你假啦，今天老板很，假，过期啊，感觉很更加放心，那过期，你们这样过期啦，你更寡妇，宝根期间两年，没有啊，2014啊，有交那几个而已，不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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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光酗酒啊，对对对，光酗酒，所以就玉林哥送的，对对对对，他老公哦，就是下午就喝，喝完就要，跟饼跟披萨一样，是最忠实。 对，因为啊，他只有两片，四片六片八片，他绝对不会七片。好无聊哦你。说没事的都很有事。说有事的没事找事。欢迎收看 ，Hello， 你有事吗？ 这一集啊，有看就有波比。 知道吗？真的吗？因为很多人呢，冰箱就堆满一堆菜，丢掉又可惜。对，不丢掉摆在那边，不晓得要怎么办。放在冰箱一定都会那种过期啊，我都是这样。我们家有一片乌鱼子，怎样？已经变化石了。过年的没有，5年前放在冷冻的最深处，应该也可以吃。我想说乌鱼子应该可以，桂山山的一讲就丢掉可惜。对。 今天呢，我们要教大家清冰箱的撇步，怎么样把冰箱的感觉是这个没有用的一些食材料理，变成有用，变成宴客菜了。真的，邀请我们，今天是谁？先介绍我们的来宾，宋慧姐，还有我们的咪咪，还有张文琪，还有全台最厉害的首席主厨郭祖毅郭师傅。 看看大家的冰箱长什么样。第一个，我们现在来看文琪。我跟你说，另外女小女生喜爱我一些装饰，我这个全部都是从日本买的，这个是我去越南的时候的明信片，这个一定要装饰一下的。OK，来，你们请夸奖嘛，好。来先夸奖。三、二、一 肉粽呢？肉粽，我跟你讲，爸爸，我跟你讲啦，你得请前年的端午节。我跟你炸起来，我跟你炸起来，五类的啦，因为我跟你炸起来的袋子，都没有吃这个，肉粽冷冻可以冰很久，对，炸起来，肉一般呢，我们就是运动的一定要吃一下，对，蛋白质下面比较多一些过期的，很丰富哎，对，像这个泡菜，我可以泡菜各种口味都有，你知道吗？那你在酗酒哦。 还有这个啦，我跟你讲，来吃一半的蛋糕，哎，这蛋糕超好吃的，是不是？这是蛋糕，没有，这个只能来几片，没有，这只能放几天，我之后再排队。可以啦，可以啦，可以啦，可以啦。糖糕型啊，我看够啊够，有啊，这是糖，糖，对，自己放东西自己都不知道。哎，现在要找这个东西，要去淡水老街，这应该喜欢弟弟黑块嘛？哎，姑掌握的方糖，你们看过？哎，这超厉害，他怎么看？他炸的是安尼，咖啡弄完以后，对不对？对，然后它整成正方形的，各位快下去拉拉，对。 是这样子，太甜了，是这样子，好吃。哎，小弟啊，没了，都腻了啦，小弟啊啦，哦，那可以直接吃，哎，可以的。阿娘喂，阿娘，你干嘛一家？难怪我笑你的身材位置，你假，你假啦，今天老板很，假，过期啊，感觉很，更加放心，那过期，你还这样过期啦？你看寡妇，保存期限两年，没有啊，2014啊，有效日期。 我们在吃10年前的糖啊！你还在吃，你还吐掉，没有关系，我们变化了，不要吃了啦，好恶，我要吐了啦，惊死惊死！来来讲一下，不是，他的冰箱问题在哪里？来来来来。
那冰箱的话，像这个肉的话，你假如有拆开，这有拆开哈，然后一定要再用原本塑胶袋又把它封起来，对对对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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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还有呢，这假如有血水要赶快吃掉，好不好？对，会出血水，对，全部都会怎样？久了真的会掉。看看帅哥的，哎，朱雨谋他有那个强烈的洁癖强迫症，对对对，冰箱应该也不例外。对，来。三二一 ，open， 哦，好整齐，对，还算蛮干净的啦。哇，因为像我个人就是有在煮饭，饮食控制，所以一个人而已嘛。对，我都会放一些，就比如说你看这种鸡蛋豆腐啊，高蛋白的东西啊，有，都鸡胸肉啊，鸡胸肉，健康的。然后买回来我就会用密封袋处理。好，来，好，好贵，这就是神明常常有一些拜拜。神明。啊，妈妈就会拜完之后，这应该是古年过年去拜神明的吧？不，就各种神明。你刚你拜，那个一定过期了。对呀，你看它这没有，这没有过期，这没有过期，只是有点绿绿点点，只是会吃不完呐，因为太多了。有绿绿点点，你讲话没？吃不完，有吗？有，我现在有，我已经掉了，这钱可以快一些。怪不得，因为他喜欢吃花桂，你知道吗？他这几年运势很好，假花桂。我跟你讲，人有 IQ 有 EQ， 假花桂你发 Q 会很高。发 Q。发 Q 的都是什么啦？真的发的指数啦，真的最近真的有对，有越来越发，发 Q 很高。然后像我平常不能吃热的食物嘛，我就会怎么会有这个？偶尔吃一点点番茄酱，就番茄酱拿来直接吃，幻想自己在吃素食，纯吃吗？你可以直接这样吃的吗？我可以，没有，我才不相信。吃什么？没有，没有。我看吃炸鸡吗？有没有过期？过期没关系啊，那是自己的东西啊。我跟你讲为什么，你知道吗？2025，因为我以前是个胖子，我小时候超胖，所以我在提醒自己，就是不要变成以前的样子。所以我就贴一些照片，就告诉我自己，哎，你真不能胖，饥饿就真的不行，对，胖就是不行，对对对。像这就是小笼包嘛，就是希望每一个 case 都可以隆重包中，这样子。笼包，笼包，这也是我的一个疗愈小物，只有放在冰箱上，每天回家捏一捏这样。那是我女儿在玩的吧？哦，就是也是一样，包子，包粽，包子，你会用吗？嘿，我来检视你的冰箱，有问题吗？有问题？有。我跟你讲哈，你这蔬菜的话买回来的话，最好是不要这样封的，因为这个呢气那个冷气没办法对流进去，就要用那个什么那个我们白报纸有没有？把它封起来啊，北报状，白报纸会有疏气的意思，对，才不会挡挡地方，不要乱。对，深深的，对，已经在烂的，对，都烂烂的，对对，在烂的哈，吸那个湿气的。还有你那个葱姜的话，对哦，你也可以用报纸，那也是用白报纸，白报纸那个也可以。蒜头这个都是用水洗过，有没有？水洗过以后呢，它会一样会湿，然后会烂。怎么办？一样用白报纸那些把它包起来。我超喜欢吃，超喜欢吃大蒜的。我等下不要跟你讲话，但是尽量哈，假如说。趁新鲜，赶快吃掉是最快。你要干嘛？吃下皮蛋，你继续说。你皮蛋，你皮蛋可以直接这样吃。我超喜欢。哎，你看，真的放番茄酱。哦，对对，你怎么知道？我怎么知道？哎，今天笑哎啦！我半夜饿到不行，我都会这样子。来示范，来慢慢的放进嘴里面，来镜头特写，来。要加几碗？朱雨谋示范，空手吞皮蛋。你这一区真的很脏啊！真的啊，赶快离开这一区！这我的，把你来打金爪。我来打，这够酒精啦，弄酒精啊！真的哦，对对对，有这种东西啊。波比波大，你也出大事。安内哦，哎对哦，你这传统还够传统，好整齐哦，真的好高级哦，整齐哦，是不是？哇，你看，哎，你物件做好食，等我再拎一个。哎，我嘛是我嘛做阿玲。好，加油加油加油！高级啦，高级，现在呢？高级高级，嗯嗯，哎，喝一下嘛。我喜欢喝这个，可以吗？气泡水，气泡水，气泡水，我喜欢。哦，那个新鲜质量，这过一下，这过一下单。我家一定要有。我也好想喝。各位，请柜台买单。在干嘛？在录影。你讲解，我们家录影，我们家冰箱绝对不可以缺少就是饮料，对，而且我一定要喝这一些饮料。哎，阿伟喝完帮我冰着，我下次也要喝。哎，秀慧姐，我在放倒啊！我好放倒啊！日期看一下，日期日期。什么过期？2016。我一直我2016年啊，好
的都活在石器时代。最苦恼的是什么？有时候只喝一半哦，这还不能喝，不知道什么，不知道怎么搞，这样子我就不这个你喝过一半，我讲朱雨毛哦，一直在爱你，你知道吗？要再喝吗？他视你为那个梦中情人，你敢喝？秀慧姐喝过的吗？三二一，代表你爱秀慧姐。我恭喜小饼呢，不吃蒜哦，你大家会不会？看起来这样怪怪的呢，怪怪的。你吗？好久没喝了，好可怕哦！你家最怪，因为我很喜欢喝汤汤水水的东西，所以这是麻油鸡。哎，这个厉害，这个厉害。而且麻油鸡吃不完就把它封起来，封起来的时候，如果说再久久没有吃的话，我会把它煮成饭哦，可以麻油鸡饭，哎，变粉了呢。OK， 那这个呢？这个如果吃不完的话，就呢全部把它和和在一起煮咸粥，而且都会用保鲜膜。对，所以我们家一定要有菜啊，每日一定要记得要用白报纸。哎，对对，要报纸。对，而且呢，我们家不可缺少是什么？葱，因为我喜欢吃饭拿一根葱姜啊，好，还有我们家不能缺少就是马铃薯，马铃薯，还有我们家最重要就是鸡乌啦，最喜欢鸡乌啦。哦，对对对，对得起哦，半夜寂寞的时候，哎，拿来自我安慰。拿来这样咬，太软了吧？三餐都会可以。天哪，还有丰盛哦！我们家最不能缺少。我发现，怎样？怎样？你先开中药行。对啊，我哎，终于有宅了。黄芪耶，黄芪。在孝顺啊，在孝顺爸爸妈妈。对啦，这个对啦，我应该自己要补身体吧？鸡啦，我是发现长辈的冰箱都会有一个东西，什么东西？药。你看药袋，这是我一点药水啦，各式各样。免靠这啦，你得交结交一个幼气也得。啊嘞，交把鸡来，对啊。我可以帮你清冰箱。你看又是他啦。哇，我刚刚忘了干一碗臭菜梅了。这个真的是家庭的大礼吧？无可挑剔了吧？有，有，你那个上面保鲜膜那个就撕掉了，怎么要包？因为呢，现在保鲜膜呢也是一个让细菌会滋长的东西，记住。对，最好你上面呢，像用那保鲜盒啊，或是用什么呢，一个那盘子把它盖起来就好了。现在一些毒物专家都在提倡，你颠覆我们的想法。对对，保鲜膜的话，最因为不要再沾到食物，好不好？但是在你。现在这样子的话，白报纸，白报纸，对对。所以今天得到最大的两个，真的，白报纸，还有盖盘子，对，不要用那个保鲜盒，好，或是保鲜盒有没有？嗯，把它加在里面就好了。好，然后先去沾到，来，好不好？谢谢老师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讨论呢，快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按下小铃铛，收看最新影片。欢迎大家在影片下面留言哦，给我们更多意见。想要看更多精彩的内容，可以点选旁边的影片哦。